咱来看这礼拜圣经节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二到二十三节。我来读。若别人伫恁身上有这官兵，何况阮呢？然而阮无用过这个官兵，等到凡事忍受，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恁敢毋知为圣事劳碌的，要食殿中的蜜吗？事后祭坛的，要分领坛中的蜜吗？主也是安尼命定，叫传福音的，靠着福音永生。但这官兵我全无用过，我写这话并非爱恁安尼待我，因为我宁可死，也不无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。我传福音原无通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。若无传福音，我便有好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想事；若无甘心，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既是安尼，我的想事是啥物呢？就是我传福音的时阵，叫人无开钱得福音，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官兵。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合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了正人的仆人，为要济济得人。犹太人，我着做犹太人，为着要得犹太人。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无伫律法以下，也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无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无有律法的人。为要得无律法的人，其实我伫上帝面前，毋是无律法，伫基督面前，正伫律法之下。软弱的人，我着做软弱的人，为着要得软弱的人。什么款的人，我着做什么款的人。无论如何，总爱救寡人。凡我所行的，拢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甲人。当得这福音的好处，咱请蔡牧师来为咱证道。题目是“甲福音同跑”。啊，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感谢主啊！即阵啊，兄弟为阮代祷啊，一切拢好势。啊，有人问讲啊，蔡牧师你好无？啊，我的心得是啊，唔是嘴苦吼掉三斤猪肉，是巴肚掉三斤猪肉吼。即个腰围都要加头得啊一英尺啊两英尺吼。啊，现在咱今仔日来看讲甲福音同跑吼。啊，伫遮咱先来想一个问题。传福音是一件好代志，或者是一个歹代志？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讲，传福音是好代志还是歹代志？啊，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足标准的答案，叫做传福音是啊好代志。总是有当时咱唔敢去传福音，有时会落人迄迷信者掠做讲啊，传福音是一个无好的代志。啊，我有一个国中的同学，啊，伊伫大学啊信了主。啊，过几啊冬了后，我去读神学院，啊，神学院甲我派去啊，伊个教会实习，啊，阮伫迄个教会拄啊三步，啊，三步了后，我知影讲，哦，伊信主啊，啊，而且伊真做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，啊，后来伊个甲我问一个足尴尬的问题吼，信耶稣遐尼啊好，为什么当初是你无按我传福音？啊，我迄时阵就甲讲，哦，足歹势，因为我迄时阵毋敢向人传福音。啊，兄弟，我想即个情形嘛会发生伫其他的基督徒的身躯顶。啊，那呢，到底是虾米原因，互咱基督徒啊毋敢向人传福音？我想原因真济吼。啊，今仔日咱个对咱所读的即个经文来看到福音啊，甲基督徒的一个关系。啊，来帮助咱啊，对伫传福音搁较有负担。啊，伫遮咱三角来看啊，今仔日的经节
二十三节，咱做伙来听吼，请来。既然我所行的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为要教人懂得这个福音的好处。伫遮我要邀请兄弟来注意看，为要教人懂得这个福音的好处，这几句吼。伊这几句伫原文的意思内面是通好互我真多伊的同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基督徒是基督福音的同工。这种同工的一个情形，佮亲像有一个圣经学者吼，伊安尼讲，伊讲基督的福音是一个不断往前来伫跑的运动员。咱基督徒呢，就是对伫伊做伙来走。检菜有当时伫后壁，检菜是伫边仔，总是。不管怎样，咱袂使讲我徛伫边啊，伫遐做呐拉拉队吼。伫这个团福音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伊到队，咱基督徒佮配合伊到倒落去。所以简单讲，基督的福音是主角，咱基督徒是呐配角。团福音的主管是耶稣基督，毋是基督徒。所以保罗伊个安尼讲伊家己吼，伊安怎讲？咱三个做伙来看今仔个经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伊遐安尼讲，伊讲，犹太人，我个做犹太人，律法以下个人，我虽然无伫律法以下，我嘛做律法以下个人，迄个无有律法个人，我就做迄个无有律法个人，软弱个人。我个做软弱的人，什么款的人，我个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怎样，总爱救遮的人。啊，这个经节，互咱看到吼，保罗伊是配合着福音，伊个心甘情愿来扮演着无同款角色的一个人。伫这种态度，我想咱伫历代的宣教书顶面咱嘛能看到。伫遮咱来看吼，这个就是真有名的，就是咱在读历史课本有看到的，叫做利玛窦。伊时阵去到中国宣教的时阵，伊为着要传福音，所以就把洋装甲脱落来，换上这个服叫做汉服吼，汉服。伊伫迄个上时，伊嘛去学南京的话语，甲学。粤语吼，广东话吼，粤语甲台语同款，拢无偌好学吼，拢想要教八音吼。来，伊阁读足侪中文的册，其中有一个较深色的所在，就是讲当这利玛窦吼，伊敢到中国的时阵吼，伊讲我是一个神职的人员，我应该装叉，我穿叉。应该阁爱亲像中国个神职个人员，所以伫遮咱来想看卖，伊会换啥物服装？迄时阵大概看会到个就是安那花香，所以迄个利玛窦伊到中国刚开始个时阵，伊家己如金光头，来穿迄个花香个袈裟，安尼伫遐在传录音，过了十冬了后吼。伊发现，中国人吼、真正尊敬的吼、毋是和尚啊，是迄个学者，所以伊个换做迄个儒家的一个衫裤，就是即摆咱相片看到的即型的。所以伫遮伊个要予人知，我是一个学者，毋盲讲用即个身份，予会用去教人传福音。伫遮咱阁来看，即、這个。就是伫清朝的时阵，到中国宣教的戴德森牧师吼，伊为着传福音，伊甲留迄个长辫子吼，伊嘛同款穿汉服，予人看起来伊亲像一个中国人同款，予人更加感动的是讲，即个戴德森为着要传福音，予迄生泰戈病的人。伊既然吼、
去到迄泰戈病人住同一个房间。啊，泰戈病人啊，毋是讲伊敢有迄个病尔吼，迄、那个泰戈病人的房间是真臭的，吼、哦，有迄种浓的恶臭。啊，伊同款住遐，啊嘛，甲因同款做伙盖一个棉罩被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会用看到遐个宣教师啊，伊是安怎？嗯，什么款的人，伊个做安怎？什么款的人？啊，伫这个内面，咱会用看到讲啊，即几冬啊，我看到伫美国啊，或者是伫台湾啊，有一挂牧者，因为因啊传福音的对象啊是少年人，为着要得到这少年人的一个认同吼，啊，这个牧师有诶嘛染发，吼，啊，伊上台仔顶诶时阵，伊毋是穿啊牧师服，伊是穿迄个 T 恤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我嘛看到有诶牧师吼，啊，伊嘛刺青吼，啊，我捌遇过一个宣教师啊，伊为着要嗯这个少年人传福音，伊嘛去啊刺青吼。啊！伊后壁是扯一个耶稣，啊，一个十字架。啊，总是伫这个所在啊，因毋是讲啊为着流行来得流行，因是安怎为着福音、为着传福音啊来得流行。啊，遮个拢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得做的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咱搁来看吼，啊，有一挂传统的教会啊，聚会人数一冬比一冬搁较少。我想其中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无效法着保罗所讲的安怎，嗯，什么款的人，我阁做什么款的人，无论怎样，总爱救一挂人。亲爱的，这咱嗯人传福音的时阵，咱嘛爱想着怎样改变家己，咱唔通敢一直想着讲啊，我要来改变对方的信仰。啊，家己却无要改变。实际上，啊，咱爱先改变别家己，咱才有法度传福音予别人。佮亲像保罗，伊安尼伊讲啊，嗯，什么款的人，我佮真做什么款的人。啊，耶稣的大使命，伊安尼讲吼，咱看吼，咱看耶稣的大使命安怎讲？伊讲，恁去，予安怎万人做我的门徒。奉圣父、圣子的名，甲因施洗。啊，伫遮，咱注意看“去”“去”这个字吼，这个字啊，咱会用甲想象做，嗯，什么款的人，我个真做什么款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为什么我安尼讲吼？因为咱遐去宣教的人啊。因就必须爱真做什么款的人。我会记啊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伊去啊泰国做宣教师。伊第一的学习的功课就是袂使翘脚，吼、哦，袂使翘二郎腿啊，因为伫迄个所在，你若翘二郎腿，就是你是一个啊无不庄重的人，吼、哦、啊。哦啊，所以伊就讲哇，我个爱伫遐哦，学习足久诶，啊，无翘二郎腿。啊，过来咱看，头只咱讲到迄利马窦，咱看到迄个戴德森，啊，即个宣教师啊，因去到中国诶时阵，因个穿无同款诶衫裤，学习无同款诶语言啊，甲文化，啊，甚至甲人做伙受苦。所以，即咱到即个所在吼，咱阁进一步来讲，今仔去教会要传福音，咱毋是用假用讲哦，我吸引人来教会，吼、哦，毋是假到即个程度，应该是爱安怎去即个字，你们要安怎去，毋是假哦，我等遮啊等人来，啊，迄、那个去就是走出去。啊，甲人带入来教会，所以咱唔通伫教会将即个聚会啦、即、這个礼拜的事讲哦，我做哦好，安尼就有够啊。其实
咱阁需要安怎行出去，将这个基督带入去啊，到人群的内面。所以，现在咱啊安尼想的时候，咱就应开始来想吼。今仔日我伫做工课，我阁来想讲，我要安怎伫我的工课场所内面啊来传福音。今仔日我伫厝里，今仔日我的厝边头尾，我怎样来传福音？今仔日我有一个 Facebook 的账号，我要安怎透过这个 Facebook 啊来传福音？在这个所在，咱拢在做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去，去。咱不是在这个所在等人来，是爱去。有一个专门在研究后现代的学者哈，伊个安尼讲，伊讲在这个后现代基督教的文化的内面哈，咱唔通掠做讲教会会用提供什么？咱唔通敢想安尼尔哈，咱顶多爱放落过去一寡一直沿用的方法。今仔日人不会讲倒过耶稣基督徒这边来吼。今仔日人伊袂讲来到基督徒家。今仔日咱若要对方来甲伊帮衬的时阵，是咱爱行过，毋是叫因来。这个是去。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必须爱承认一个事实吼，世代已经无同啊，所以咱教会文化嘛会受到这世代的一个足直接的一个影响。咱袂用对这种影响伫迄个所在安尼视而不见吼，因为教会是起伫地基，毋是起伫天顶。所以世界的人在买菜的起价，咱基督徒、咱教会人去买菜，也会安怎，也会起价。所以咱教会事工应该是要常常来检查，并且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文化。更加进一步讲吼，咱唔通随便来改这个福音的内容，但是咱需要来检查咱传福音的方式。亲像过去伫几啊十当前，迄个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开布道大会。讲到传福音，大概拢想到布道大会，无就是逐间厝安尼去弄门，讲传福音。但是即卖即个世代人吼，伊的需求是改变。这种布道大会，你咱注意看，迄效果已经无亲像较早遐尼啊好啊。所以咱常常需要来检查咱传福音的一个方式。所以要安怎来做？一方面，咱爱对伫教会家己的文化有一个正确、深入的一个认识。绝对唔通讲对一间教会做哪会咱过来讲安尼做一定会使，其实咱爱先了解家己教会是虾米。来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咱爱学习教会外面迄个世界的文化，就是讲咱会用看到即个世界外口的一个脉动，一个需要，来认识伊，来过来做一个调整。这样咱较有法度有能力对即个传福音的方式来做改变。那呢，咱若安尼做的时阵，现代人对伫福音较有法度听入耳，安怎信入心内面。下面咱阁来看，咱基督徒吼是传福音的人。伫遮我要邀请兄弟吼，咱三工来做伙读十六节即个经节。咱做伙来读来请。我传福音原是无通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无传福音，我便有休了。也即伫即个经节讲到保罗吼，伊对伫传福音的态度是安怎？不得已的，就是不得不，我无传福音袂使。来，伊阁讲我若无传福音，我便又有好了，有歇了。另外，咱阁来看十七章吼，咱做伙来读即个经章。
来请。我若甘愿做这的事，各有赏赐；若无甘愿，这个责任实在已经托付了我了。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到保罗讲啊，伊传福音，伊是一个受托人、受人托付的人。伊的意思是哪？迄个托付的意思，就是讲已经受了信托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执行迄个职务。所以传福音对伫基督徒来讲，吼，是一个你无法度推卸的一个责任。你无法度讲我无爱的一件代志。啊，兄弟，啊，咱每一个人啊，拢受托啊，这个传福音的责任。啊，这个责任呢，敢有尽职？咱对这个责任敢有好好啊去做？这关系到咱将来面对上帝，敢是有奖赏，或者是有效了？咱若好爱传福音，就有奖赏；咱若无好爱传福音，咱就有效了。所以现在伫这个所在，咱看到一件代志哈。传福音不是说怎样可有可无的一件代志，传福音不是选修呢，传福音是怎样必修。选修跟必修差别在哪里？你没修你没毕业的，这叫做必修。啊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需要对传福音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。啊，说到传福音对我来说啊，上大的一个改变啊，就是我在读新学院的时阵，啊，我迄个新学院吼有一个必修科目啊，叫做个人布道。啊，这个科目啊，伊的作业有一个要求，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每一个礼拜必须爱去五三个人传福音。啊，每一个礼拜爱去甲三个人传福音。啊，来呢？我若想要摕到成绩是 A， 我必须爱伫这个学期的结束的大升，爱带六个人信主。啊，这个要求对我来讲，哈，我阁感受到亲像保罗所讲的，若无传福音，我变安怎有效了？因为我至少爱五三个人传福音嘛。啊，但是我若做这个代志，我阁有安怎赏赐吼？我阁有奖赏。啊，我会记啊，迄个学期吼，我去面摊食面，我阁黄头家传福音；我去冰店食串冰，我嘛黄头家传福音；我去学校的操场遐运动，我嘛黄个唔捌的人传福音。连迄个来教我加他毛的理发师吼，教我加他毛时，我嘛愿意传福音。啊，迄时我就是为着这个学业的一个升职，佮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哦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安怎得时不得时。啊，兄弟，伫迄个当中啊，嘛因为安尼一个操练，互我对人伫传福音的时阵吼。啊，有真大的一个突破。啊，所以兄弟，我伫这个所在啊，看到的，就是讲啊，其实咱唔是袂晓传福音，咱是无去安怎，甲连落，咱无去抄着。其实咱若去抄着的时阵，啊，这种传福音啊，无咱想的遐尼啊困难。啊，佫有吼，有当时咱会对传福音。制造一寡借口，啊，迄个借口是我较早拢有经历过，啊，我惊人甲我拒绝，我讲讲的，人无爱听啊，足无面子的，啊，我惊破坏我甲伊的感情，啊，所以啊，我也是望传福音好啊，啊，或者讲啊，我是较避暑啦吼，啊，所以我无爱传福音。啊，我看别人咧传福音做有文书的，啊，我无这文书，所以我无传福音。啊，我的口才无好，啊，我唔知影要安怎讲，啊，所以顶顶顶顶，我才有真济理由，所以我就讲啊，我无爱传福音。啊，总是伫这个当中，
当咱吼，若是真正去承认，真正去接受，真正去体会到保罗所讲的，若无传福音，我便有效了。我若做这个代志，就有奖赏。当咱若是真实去体会到这个真理的时阵，其实咱阁袂为着家己伫找借口，并且咱的无论得时或者不得时，咱拢会去传福音。而且对伫传福音这个过程甲这个结果吼，我想要邀请兄弟咱来看《传道书》十一章第四节到第六甲第六节这段话吼。伫遮咱三个做伙来读好无？来请看风的买无也种，看云的也无收割。早时爱夜里的种，暗时嘛毋通歇你的手，因为你毋知影对一样发旺，或者是早夜的，或者是晚夜的，或者是两样拢好。在这个所在吼，我要用这个经节来看传福音吼。夜静，夜静，佮亲像安怎传福音？看风诶，佮迄个看云诶啊，遮佮亲像为着传福音在找借口。总是遮个借口，咱注意看吼，遮个借口拢是讲互上帝听，讲互家己听，拢是讲互家己听。这些借口实在无法度说服咱的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咱的上帝毋是听你的讲话尔，伊是安怎？伊是监察咱的心的上帝。伊知影咱到底心内面在想啥物。所以兄弟，伫这个所在咱来看传福音吼。传福音亲像在夜静，看起来有当时夜出哩，亲像无可能会成长。但是呢，一粒福音的种子也伫人的心的时阵吼，只要时间一到，这个种子就会布芽。重点，咱夜种子的人吼，重点毋是伫讲哦，我敢有随收挂着福音的一个庄稼。重点是安怎，我有把这福音的种子夜出去无？将这个福音敢有传起哩无？所以伫这个所在，咱提醒咱家己吼，咱唔通用着这个借口来拒绝传福音，互家己感觉真安心吼。有一个牧者，伊安尼提醒咱基督徒，伊安尼讲，伊讲上帝伫超找人，伊爱进到咱的心内面，但是无着。一个严重的一个窒碍，迄、那个问题吼、哦，无出伫信息。咱传福音上严重的窒碍，毋是讲哦，咱讲啥物讲了无好，毋是即个问题。上严重的问题嘛，毋是讲啊，无人要听咱讲。上严重的问题就是伫咱的基督徒，伫咱的教会当中常常咱无愿意加入。这个传福音的一个事工的内面，实际上上帝常常安怎，伊在敲找愿意用这个爱，用这个恩慈，用这个怜悯，实实在在为咱四苦连登的人付出的基督徒，也就是讲今仔日咱传福音，咱上要紧的是哪，用爱。用温慈、用怜悯来对待人。这边我回去台湾，前前后后我有去拜访五间教会，这个教会内面有庄稼的，嘛有都市的。伫这个所在，我发现吼，教会拢出现一个足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叫做少子化。我较早离开的时阵，有听人安尼讲，但是感觉袂出来，但是这边我回去，我真正感觉到，
我感觉到这个少子化的问题，已经即马真做现在台湾的问题吼。啊，这个问题啊，互真侪大学安尼因为关门。啊，即边我长期有去拜访迄个顺宾吼，啊兄弟，啊感谢主，伊即马是教会长老吼。啊，阿姨嘛叫我甲大家问安吼。阿姨甲我讲吼，其实台湾的大学毋是无好好啊。来办学校，毋是真正的问题，是少子化的问题，啊，互侪侪大学关门，啊，佮有即个少子化的问题，互一寡公司啊找无员工，啊，必须爱外籍劳工啊来补即个人力资源。啊，即边我等于我嘛感受到台湾哪来哪侪外籍劳工，啊。让我感觉很讶异的，就是我坐在那个高铁的时候，欸，既然我的旁边，我的后面，都是外籍人士啊，我又听到那个外籍新娘在讨论怎么买股票啊，说啊，他股票买多少，赚多少，啊，当面在讨论，啊，这是我，啊，没想到的，啊，在这个当中，也看到说，欸，有一寡家庭煞，应该是讲啊，咱的社会开始失去了有能力来抚养这些老年人，啊嘛，因为这個少子化的关系，啊，这个台湾的健保吼，伊的亏损愈来愈大，啊，这的物件拢是啊，我感觉愈来有感受到的一个现象吼。啊！伫这个现象的内面，嘛影响到教会，影响到教会，什么呢？我这边等于拢会问讲，哎，你的啊儿童主日学的人数偌济？我发觉说老师拢比囡仔佫较济，我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。啊，这个现象，我开始想到教会啊，即使讲咱。教会若无看重这个传福音，其实咱会面对一个问题：属灵上的安怎少子化的？咱若无去传福音，咱会有一个属灵上的少子化的问题。咱无去传福音，有了少子化的问题的时阵，咱教会的问题就是哪找不到服侍的同工，啊，团契。聚会人数会哪来哪少，啊，教会的这种年龄层的分布，就会出现所谓的断层。啊，断层一出现的时阵吼，就找无人来做长老，找无人来安怎做执事。啊，儿童主日学，就亲像我伫台湾看到的，找会到老师，却找袂到学生。啊，佫有一个。上嘛有直接的问题，就是咱教会啊少子化，教会财务嘛会出问题。所以兄弟吼，当咱讲到这个少子化的时阵吼，讲到这属灵上的少子化的时阵，咱嘛应来想吼，准讲咱无认真去传福音，那呢，咱来想看卖二十年了后。这间教会会成做怎样？其实咱即摆看到咱所有的建筑物，咱看到遮所有的物件，咱拢引以为傲，讲这是上帝给咱的。总是咱袂用停在遮，咱爱想看讲二十年了后，咱这个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一个教会，这个 ATPC 到底是甚么款的光景？我想澳洲吼，咱若去澳洲算，咱看澳洲迄种教会，咱话足水诶，做咱讲蓬荜啊辉煌吼，咱一看嘴拢安怎啊啊，哇安尼看，看到有够精彩。我想伫因迄个时代，从即个教会起好了，因应该嘛是足安怎引以为傲诶，敢毋是安尼？啊！但是当人无去传福音的时阵，吼，当遐
当咱即马去看到迄时阵引以为傲的教会的时阵，咱心内面，咱也是基督徒。咱除了欣赏遐建筑物的一个伟大以后，以外，咱心内面敢会感觉足，感觉可惜。讲啊，一间教会遐尼啊大间，啊聚会人数卡遐尼啊少。啊，这求上帝帮助伫咱吼，咱来积极去传福音，啊，让咱 ATPC 啊，伫20年以后啊，无亲像欧洲遐个古迹啊的教会，求上帝让咱的教会吼，啊，伫20年了后，成做一个应跟上帝有新业的教会，求上帝让咱看到。传福音的要紧，让咱教会袂误到这种属灵上的少子化的问题。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主啊，阮伫这个所在求圣神，你搁一遍来光照伫阮，让阮会用看到传福音伫阮个人。的生命在我们教会的未来有多年要紧的一件事情，的确让这个传福音我们没闪避，让这个传福音我们没畏惊，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这是出自你给我们的一个吩咐的一个命令，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的。主啊，我恳求你今仔日透过你家己的话来苏醒阮的灵魂，搁一遍，予阮对伫传福音搁较有负担。愿主你的灵今仔日伫阮的内面来做深深的工，来帮助伫阮。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所领受的信息，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啊来传福音，总是咱有当时啊真软弱啊，无气力来做这个美好的工啊。透过这个时阵，咱用咱的上帝来祈祷，希望啊咱每一个兄弟啊，伫今年咱拢有一个立志啊，至少啊用。咱所心内面感动的人数，来为人，来为着上帝，来传福音，咱三个来祈祷，请。主啊，恳求你将阮的灵带到你的面头前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神
在我们的内面来光照在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当时说主啊，我爱你，但是主啊，我们也说我们要做体贴你心意的人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爱我们去传福音，总是我们有当时软弱，无法度去做你所爱我们要去做的代志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我恳求你搁一遍来加添我规律，予我愿意来传福音。主啊，伫这个传福音的当中，我也恳求你啊，用信心的感动常常伫我的内面，啊，予我面对这个信心的感动，我也无消灭信心的感动，予我勇敢来传福音。愿主伫这个当中啊，帮助伫阮，予阮伫这个世界啊，做一个光灯来荣光你的名，愿主你祝福。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遐灵来的祝福。愿主平安的上帝，伫恁所做各样的善事顶面，成全伫恁，予恁会用遵行伊的旨意，愿意照着耶稣基督伫咱身躯顶成就伊所欢喜的代志，愿永光归伫基督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愿上帝赐予咱大家真多传福音的勇士。